来到柴林煮法练习课，黑人喊农三。练习喊农三前，必须先把喊农一和二弹到一点错误都没有，还有一定要弹到顺顺的，这样才能弹喊农三哦。现在我来跟大家解释右手弹这个喊农三 hand and tree。那在做这个解释，我是从这个 middle C 中音 C 这里开始弹起 ，OK，OK，So、好，我们把第一只手指摆在 C 这里，然后接着第二只手指呢就摆在 E， 然后剩下这三只手指就顺序的摆下去，每一个摆尖一根手指，yes， 好了，那我们就看它的指法，它是从 C 开始，然后到第二，然后到第五只，然后再下来，然后第三只，第二，有吗？第一只，第二，然后到第五只，第五只，你看啊，你弹了第一只，然后再弹第二只，对吗？然后这个是下第五只，手，你的手就要这样子打下去，嘿，好吗？要这样子弹才有用哦，嘿，按照正确的那个技巧弹，它的 techniques， 再来一次，第二下去第五只，然后再下来第四只，第三，二，三，四 ，alright， 好，到了第四只的时候，那前面这三只手指呢，就摆在这三个按键。刚才第一只是在 C， 现在你就跟着移上来了，到 D 了，然后当你要弹第二轮的时候，第一只手指是在 D， 那第二个手指呢就移上，空一个格，然后第一只手指在E了，好，第五只手指，有看到我弹这个 Hanan Tree 的技巧吗？因为它是弹了第一支，然后到第二支，然后第五支，第二支到第五支这里这样子，然后它是往下，然后再上 ，OK， 然后继续。这里右手的到这一部分就完了，我们不要继续往前行，嘿，最后的就在 B 这边，第一只手指在 B， 然后我们要倒退，那第五只手指刚才是落在 G 对吗？嘿，那就从 G 开始，然后就到第二只手指 D。那么第一只手指呢要伸去 B， 然后其余的四根手指往下，第二只手指就按 C 咯，然后到第三只手指，然后就第四，然后三二 alright， 然后就到第五只手指，伸下去，然后其余的移下来，三、四、三、二、五、二，移下来，到第二只手，第五只手，刚刚这样，提起来按下去，然后伸下去，然后移下来。
接着我来跟大家讲解左手，我用这里的 C， 从这里的 C 开始。好，第五只手指摆在 C， 接着呢，这三只手指顺序的摆在这些摆件上，摆下去。然后第一只手指不摆在 G， 第一只手指要伸上 A。好，那摆好了，我们就开始从第五只手指开始弹。第五，弹了第五只就弹第三，然后到第一只，弹了第一只在 A， 你的第二只跟其余的手指要往上移，第二只，然后第三，第四，第三，第二 ，OK， 弹了第二只，我们就下第五只，然后又重复一样的第三只，第一只在 B。然后其余手指往上移，第二只 A， 然后再走上去，第三只，第四只，第三，然后第二。那个弹下去第五只这个技巧呢，第二只弹了，然后第五只手指，这三只手指这样子提起来，过后再按下去，然后肚子这样子按下去，好吗？这是技巧，再来一次，然后到第三。重复一样的弹法 ，OK， 然后就，到这里停。最后一个部分就是第五只手指在 B 这里。停，然后我们要倒回去。那倒回去的时候呢 ？OK， 刚才我们的手指是这样子摆放的嘛，对吗？第一根手指先是在 G 嘛 ，G 第一根手指，然后接下去第三根手指要移下 D， 再来一次，第三根手指要移下 D， 那就到第五根手指。然后就上去，第四根，第三，第二根，三四，然后就到第一根，往下移，第三根到 C， 第五根，然后往上移，四，第三，二，三，四，然后再往下移，重复一样的指法。三只手指弹G，手提起来，按第三只按下去，